好，行不行？输了咱们就展示。行行，哎，输了、嗯、好，你看我是跳个舞呢，再邀请我一句，我还是来一个什么表演都可以。嗯，行，一般你也不会输。你别闹，好，那咱就重连好不好？那关麦了。哎，好。哎，你是重连一下不？重连呢？好了，关麦了。好。说话有延迟是吧？好，咱们散票大队，家人们，他们对面人多，对面6000人，咱们靠众筹了，家人们，能够打赢对面的话，咱们画面就有了。谢谢家人们的助力，感谢。对面很厉害的。今天最后一把收官之作，家人们，能帮多少咱就帮多少，有点啥咱就上点啥，家人们，小心心，咱们的散票大队帮帮忙，给助力一下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哎，谢谢我们的燕儿，感谢燕儿的比心，谢谢燕儿的助力，感谢燕儿的支持。神仙姐姐们，神仙哥哥们，帮帮忙冲一下。对面是很火的一家人，是的，我看过报道的，快乐一家人。谢谢汪汪小队长，谢谢大哥给画面，感谢汪汪小队长，感谢大哥。谢谢大哥的助力，谢谢今天咱们的收官之作，家人们，谢谢汪汪小队长，感谢左右小姐姐，冲啊家人们，冲啊家人们，送小心心完成加成卡，咱们送小心心完成加成卡，家人们，送一个小心心完成一下加成卡，感谢大家送小心心，谢谢大家的助力，给咱们上榜的家人都点点关注，还差八人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加成卡完成了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还有20多秒钟，咱们就有加成了，咱们有加成的时候，咱们一起来追一下。还有10多秒钟，家人们，10多秒钟，咱们等等加成卡，1.5倍加成是一个好机会，家人们，谢谢大家的助力，加成卡来了，家人们，有热气球的话，咱们送个热气球，咱们帮忙给助力一下，对面也在加成，家人们，咱们搭把手帮个忙，谢谢橙子，谢谢左右小姐姐的抖音一号。感谢小姐姐的窜天猴，感谢，漂亮，谢谢汪汪小队长，谢谢您的双塔，谢谢，漂亮，太给力了，家人们，太给力了，还有二十秒钟，咱们帮忙给加成一下，还有二十来秒钟，家人们，咱们加成，把握住咱们的加成卡。谢谢大家的出手相助，霸气！最后的50多秒钟，咱们一定要守住，家人们，打出这么多分了，一定要守住，打出了这么多分了，咱们一定要守住，一定要守住，家人们。守住，对面上来了，家人们，对面上来了，咱们守住。对面是6000人，
咱们如果赢了扬眉吐气，咱们守住，家人们一定要守塔，不守塔的话对面肯定要偷咱们，对面6000多人，咱们也上人气了，家人们给咱们上榜的家人点关注，咱们也上人了，家人们拿下的话肯定人超过2000，还有20秒钟，咱们守塔守塔守塔，家人们守塔，谢谢所有上榜的家人，谢谢大家，还有10秒钟，咱们守一下，谢谢我们汪汪小队长，感谢家人们，太给力了，家人们太给力了，谢谢谢谢我们的汪汪小队长，谢谢左右小姐姐，谢谢燕儿，谢谢橙子，谢谢布艺坊东翔，东方翔哥，卡卡用户836，雪飘飘，罗小鱼，谢谢谢谢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谢谢，也要感谢咱们的空白妹妹的鼎力支持，谢谢家人们，给上榜的所有家人点关注，家人们打上威武霸气，咱们打上威武霸气，给咱们榜一榜二榜三来助力，家人们威武霸气，为我们榜一榜二榜三摇旗呐喊，威武霸气，谢谢大家，多谢家人们的助力，特别感恩咱们的汪汪小队长，谢谢我们的空白妹妹，谢谢左右，谢谢毕毅先生。Hello， 家辉哥哥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玉帝哥哥，玉帝哥哥太厉害了。承让。那个，我们家人说，说玉帝哥哥大姐非常多。哎，没有，没有，不是，今天是大哥，汪汪大哥给助力，大哥给画面了。好，那我们表演一段才艺啊。行，就表演。那我们就是唱歌的直播间，那我们就今天就唱歌。好嘞，可期待了，可期待了，家人们，咱们快乐一家人很厉害的，很出名的，咱们一定要。那我们就唱一首，唱一首《在此刻》。我唱一首啊，来吧，那我没有耳麦呀。这给你。让再一个。啥也听不着啊。让爸爸唱一个是吧？好，那行，我唱一个。刚才我没戴耳麦，也没跟大家互动。这啥也听不着啊，也不知道对面说啥。反正我们直播间可是有人说要吃，要吃。别说吧，不能说。要吃肉。不能说。完了，那个要吃肉。完了，没赢着啊，要赢着就吃肉了吗？不能。火架起来没有？开玩笑呢。明白。哎，唐长老知道咋回事啊？不能多说。现在是，哎呀，现在是我没有耳机了，我也听不到，我们耳机也坏了。嗯的。那就这样吧，那个输赢无所谓，能够认识唐长老啊，那个和咱们唐长老家人的唐长老的家人们咱们都能认识，这是我们全快乐一家人的荣幸。这样把一首歌献给两边直播间的所有的家人，好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啊。咱们欣赏一下家人们啊，特别好，人家唱的，大家听听，唱歌真好，欢迎左右小姐姐大家。不曾想过未来的某个美丽日落，轻轻的你会想起我，你身边正春风经历花香的诱惑，岁月长河去的浪漫还是悲歌，谁知因柔情相伴烈火，我相信心中的阳光永不会显露，永恒的心在
去对面去捧捧场。生死抉择早已由不得我，我听声在此刻在此刻。欢迎欢迎金蝉子，欢迎啊！我们唱完吗哥？可以可以，还唱吗？行，我唱完。欢迎欢迎对面的家人们。唱得真好啊。岁月长河，冬去的浪漫还是悲歌，谁知一如清香般烈火。我相信心中的阳光永不会显露，永恒的心在时空穿梭，生死抉择已经无路可躲，但是谢谢谢谢谢谢对面的家人，谢谢谢谢夸奖，感谢感谢唐长老送来的赞美的掌声，谢谢。这嗓子家人们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唱这么好，我这咱就不唱了，我也送个小节目吧。好，谢谢。我就跳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哎，好好，家辉哥的才艺很多的，会唱会跳会扭，跳，咱们家人一定也给家辉哥的关注点上，咱们去扣一波6188，家人们祝福一波，哎，咱们去对面直播间祝福一波。哎呀，咱们来一个，也跟老师学学学学，来一个仰，跟老师学学，仰一个仰仰啊，这我们方言叫刺呢，啊对啊，搓澡舞，来大娘给你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就来一段搓澡舞，他们说我这个搓澡搓的。淋漓尽致，啊，我们欣赏一下，比较下灰啊，比较下灰。嗯，哎呀，咱家人们，咱去对面小哥哥直播间啊，谢谢，去对面直播间扣一波6188，送一波祝福，谢谢。痒，啊，吃点烟儿。哎呀，舞蹈一曲，家人们，这叫歌舞升平啊。这个场景非常，他是悠悠一抹斜阳，我想我想有谁懂得欣赏他，又蓝蓝一片云中，只等只等有人与之共享，他是绵绵一段乐章，多想有谁懂得吟唱，非常柔软的，这身上挺痒，这个
呵，谢谢大师。哎呀，这舞蹈一番。那大师跳这个舞是挺优美。长老不是大师吧？啊，对。嗯，我得学学，我这跳舞就不行，身体硬。嗯，没想到、啊、唐长老会跳像这么迷人的舞蹈，多才多艺，家人们一定给点点关注啊，给讲会挺多的，想甩掉，咔一甩，咔就一甩，甩泥舞，甩泥舞，对，嗯，太好了，哎呀，行，啊、说，感谢，这样，谢谢长老，不打扰了。感谢对面的家人，我们就退下了，哥哥。好，好，好，空的时候咱们再连，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常连啊，常连，常连，咱家人们给佳慧哥点点关注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给咱们对面也点上关注啊！谢谢快乐一家人，把开心快乐进行到底。好，好，谢谢哥哥，哎、拜拜，再见。嗯。太有画面了，家人们。太有画面了。感谢大家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对。有缘会相见。跳个舞把对面给惊吓到了。啊，这是唐长老吗？唐长老怎么还跳这么妖娆的舞？是的，左右小姐姐浑身刺挠，痒痒。所以说，这不是一甩一甩的把这个泥全部甩走吗？对面眼睛都直了，惊讶。他不是因为我跳得好，他们是在惊讶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下次来还要看。好的，所有小姐姐，行。这个舞蹈就叫痒痒。无聊小哥，欢迎大咖，唱首《女儿情》。不唱，你没有加俺们家的粉丝牌，你挂的是山里人。燕姐，你能不能加一下咱们的粉丝牌，加一下金蝉子的粉丝牌？唱金蝉子好听。这两天本来今天要去录音的，但是录不了。学过舞蹈吗？我没有学过舞蹈，左右小姐姐都是瞎跳瞎扭，慢慢的扭的多了，她自然而然的就会了。本来今天要去明天要去录音，但是录不了，因为疫情，估计要拖两天再去录音，然后录完以后就可以发行了。录完以后就发行。腰比较柔软，是的，对，对对对对对。谢谢我们的杨洋，感谢你的夸奖。唱吧，好的。唱什么的？唱我自己的歌吧，金蝉子给大家唱一遍吧。再打个喷嚏都那么帅，别闹了。金蝉子，咱们再听一段。鬼迷心窍是首歌是吧？前明灯照乾坤，奈何凡心追凡尘，世事轮回不曾恨，修成正果入佛门，艰难万险随人问，唯有金兰伴孤身，天道轮回绕
过水，从此不再有贪嗔。我和众生一往情深，无所畏惧，只为修真。披荆斩棘，四海为阵。因果轮回，普渡凡尘。流水下山，非有意。片云归洞本无心，人生若得如云水，祝大家铁树开花遍界春。我清明灯照晴空，唯有金兰伴孤身。天道轮回绕过水，从此不再有贪嗔。我和众生一往情深，无所畏惧，只为修真。披荆斩棘，四海为阵。感谢众上仙的支持，一首金蝉子，咱们自己写的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。感谢感谢感谢家人们啊，这个唱的不太好，为什么到这个时间了嗓子就不行了，嗓子是哑的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感谢大家对原创歌曲的认可，原创歌曲的认可啊。休息一会儿呗，妖气好重。是啊，你过来帮我除一下呗，烟太大了。人生百年，其实啊，这个李宗盛的歌也特别好听，鬼迷心窍。不是唱的多了，而是嗓子喉咙有点哑，为啥呢？说话说的太多，刚刚喊的也太多了。仙气不是妖气，对。嗯，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，心拒绝再有浪潮，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。谢谢榜上的所有的家人朋友，感谢大家。将我围绕，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，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，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，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。是鬼迷了心窍也好，
是前世的因缘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如果你能够等一下再听片片相思，好嘞，是命运的安排，下去吃饭了，好嘞，是你曾经的捉弄也好，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。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，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，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。这首歌的名字叫《鬼迷心窍》，鬼迷心窍，对，好。对，咱们感谢今天留在直播间的1200位家人，家人们让大家辛苦受累，咱们还是那句话，每一天都期盼着大家，欢迎汪汪小队长回家吗？欢迎汪汪小队长回家，谢谢左右小姐姐给的画面，谢谢空白妹妹给的画面，陶陶 BEE 先生，我的师兄圣莲大姐，随缘燕儿，大圣菲菲，布衣坊卡卡守护等等等等，所有上榜的家人，半辣烫晚上几点直播？晚上是9点。没有关注主播的话，咱们点点关注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咱们来点点关注，给主播一个支持。谢谢我们的汪汪大队长，汪汪大队长来了，刚刚是小队长，现在是大队长，感谢我们的汪汪大队长，谢谢。谢谢哥您的支持，谢谢，感谢大队长的支持。谢谢汪汪大队长还有小队长，应该是一位哥哥，应该是哦。谢谢大家的点赞，片片相思赋予谁？晚上继续加入，对。感恩感恩，感谢感谢。时间来到了17:36，期待你和干娘的 PK， 好嘞。干娘今天不知道播不播，不知道她今天播不播。哦，今天晚上要播是吧？咱这样行不行，家人们？拜托大家一件事情，咱们晚上9点，咱们相约直播间，晚上干娘这个硬仗帮忙给打下来。干娘这个硬仗太厉害了，咱老输给他。天天看你直播，好，谢谢。我来唱一首歌啊，咱们听一段这个，准备吃饭了。是的，左右小姐姐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9点播，晚上9点播。9点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咱们来直播间，来热闹热闹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晚上，咱们9点钟直播间，热闹热闹。好听是，片片相思情，好听。很多家人都要去吃饭了，用餐愉快吧，家人们。咱们也准备下吧，准备下吧。我也要下播以后录段子，录一些段子，发段子。大家伙呢用餐愉快，片片相思赋予谁？是的，晚上咱们9点钟与大家不见不散。晚上如果大家有空的话，9点咱们去找，9点多的时候去找干娘，咱们去报报仇。谢谢，欢迎车厘子小姐姐，谢谢小姐姐的到来，谢谢谢谢。
感谢车厘子小姐姐，晚上见，家人们，晚上见。没关注主播的话，咱们点点关注。汪汪大队长哥，您还在吗？感谢您的支持，谢谢空白妹妹的支持，谢谢淘淘小姐姐。